嗨，大家晚安，我是吴健。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学员帅哥的实况啦。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就是努力的来攻略美健学长。哦，一出来就遇到学生会长。咦，你是进军？小山君，あなた生徒会に興味ありますか？啊？不是吧？要我加入这个？え？あなたの優しさに生徒会の人間としての資格を見出しましてね。どうです？我が高貴なる生徒会室の全貌を見てみませんか？要去吗？我觉得这一轮我们先不要去好了，不然跟美健学长好难交代哦。对不起了，我虽然还蛮有兴趣的，但我不去哦。しません。怎么办？他又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不去好像很可怕。好啦，我跟着去看看啦。我がバラモン高校の生徒会は、高貴なるメンバーたちが50年の歴史を支えてきました。勤勉さ、上品さ、そして高貴な人柄を兼ね備えた人物だけが生徒会のメンバーになれるのです。啊？那为什么会找上我？僕はその高 IQ と繊細かつ麗しい容姿で生徒会長の座に君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してあなたにはこの高貴なる生徒会の人間となるにふさわしい、だからあなたを誘ったのです。虽然我不觉得我有符合什么条件了，到底是用什么来计算的呢？哇哦！さあ入りなさい。バラ色の生徒会室へ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还有回音呢。等下，这也太普通了。对啊，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なんてことを言うのですか。この麗しきパイプ椅子、儚げなニュアンスを醸し出すホワイトボード、そして深き闇を優しく照らし出す蛍光灯。あなたはこの美しさ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か。わかんない。看那个嘣是怎样？那音效是怎样？そう、私に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です。この生徒会室は麗しくなんかない、ただの小汚い豚小屋。はあ、我是没有这样子讲啦。我が生徒会はかつて確かに素晴らしい高貴さを保っ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私の代になった途端、生徒会は陥落。所以是你的问题吗？他の役員はどんどん辞めていき。今や役員は私だけ。一体何がいけないのでしょう。他讲这个话，然后你们有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吗？现在是怎样？感觉好像很可怜呢。因为你的性格就那样子嘛。今朝書類を拾ってくれるあなたを見て確信しました。あなたのこの優しさは生徒会のかつての輝きを取り戻す力がある。どうですか？生徒会の役員になりませんか？他怎么办？他好可怜哦。可是我又想攻略美健学长，可是他又好可怜哦，怎么办？好，我答应你，我下一轮再来帮你好不好？下一轮。Shit！ 没有了！天哪，刚才那个场面也太尴尬了吧！那晚我做的梦，又是叫我哆啦 A 梦的这个。目覚めるのだ。怎么了？怎么了？我が名はシガリタシノリコ、この世界の救世主。救世主。よ、一刻も早く目覚めて、世界を救う戦士となろうだ。啊，怎么觉得这个，游戏是不是错误了？主题错误了？到底是什么？刚才的梦？哦，已经到六月了。已经六月了，这个月也要加油哦。お兄ちゃん，怎样？这个月该不会又有人生日吧？啊，又怎么了？どうしたじゃないよ。啊，这个月是拓也。お兄ちゃんの誕生日だよ。啊，
是拓野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啦。好吧，就买吧。他该不会收到礼物要兴奋的大叫了？拓野的生日礼物，我们要来买什么好？饼干糖果。第二个一样是音乐盒，第三个是垃圾。谁会送垃圾啊？饼干糖果，拓野他家自己就是卖吃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跟他是同类嘛，我自己家也是卖吃的，所以我不会想要再说到饼干糖果这一类的。那送垃圾当然也不好，所以就送他音乐盒吧。我都够了，你洗哦。拓野呢一定会很开心的。哎，拓野。哟，多少的？拓野，今天是你生日对吧？这个是生日礼物哦。他要把它播完吗？我怎么好像在哪听过？哎，我要把它按掉吗？哦，いいメロディーだな。对啊，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旋律不错，所以我也想要让拓野听看看哦。そうか、ありがとな。部屋で一人の時でもこのメロディーを聴けば、お前がそばにいる気になれるな。哇哦，哎。いや、なんでもない。そば食べたいって言ったんだ。そば食べてくる。这是什么奇怪的牵强理由？啊，拓野怎么了呢？怎么会这么慌张？哦，老师，哎，怎么了？老师早安。そういえばお前、どこの部に入るか決めたか？これ入部届だから、放課後までに書くんだぞ。好。嗯，但是加入足球社啦。足球社，我要加入足球社。放学后，我们就来提交这个申请单哦。午休了，来跟拓野吃饭吧。咦，拓野不在。嗯，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上去了。哦。哦，哪来的猫？哪来的猫猫？啊，是志贺君哎，他今天还抱着猫。好，我来试试看看跟他搭个话好了。哦，那只猫好可爱哎，在哪边捡到的？是的。他叫我是的。第一次跟人家对话就叫人家喜内，不对吧？但我还是保持冷静一下好了。是这样子啊，快要上课了呢，拜拜。妮娜都你不在，害我被叫喜内。我刚刚去了一下屋顶了。志贺圣吾真的是很难相处的人呢、啊。放学后了，来，我们来先去足球社吧。明日学长，何？サッカー部に入りたいだと？そうか。对对对。うちは県内トップクラスの実力を誇る名門サッカー部だ。入部するにはそれなりのレベルが必要だぞ。あ、这样子啊。じゃあ俺が入部テストをしてやろう。こっちに来い。好。不会又要对我踢魔球吧？俺のディフェンスをかいくぐってシュートを決めてみろ。それができればお前の入部を認めてやるよ。さあ来い。太难了吧？美智学长，你是足球社的队长吧？我是完全的素人哎，你要我胜过你这样的防守，怎么可能啊？但是呢，这一道门呢是不能闪避的哦。总之，我就来试看看啦，使出浑身解数。屁啦！学长被打飞啦！学长你没事吧？抜群のキック力、
お前にこんな才能があったとはな。入部を認めてやるよ。お前の力、うちの部にぜひ欲しい。最好是啦。哦哦，谢谢学长。哦，今天的练习结束了。今天结束了，准备来回家喽。乌鸦太吵了吧？お前もこっち方向か。一緒に帰ろうぜ。哦，好啊，好啊。そういや、まだ自己紹介らしい自己紹介をしてなかったよな。俺は3年 D 組の三剣咲也。2歳の時にサッカーを始めて、3歳で県内一の天才と呼ばれるまで上り詰めた。太早了吧。今のサッカーは俺の人生、ライフストリームだ。2歳也太早了吧。我是2年 B 班的初云无界哦。我4月呢才刚搬到这个街上来。其实呢我以前有住在这里过了，但是我已经隔了7年才又回来哦。7年ぶりの故郷ってわけか。なんかロマンチックだな。思い出いっぱいできるといいな。じゃあまたな。好，拜拜，晚安。哦，这样感觉应该跟美倩学长的关系有变好了吧？哦，今天是远足啊。哎，おはよう。哎，拓爷。今日は待ちに待った遠足だな。観光名所に遊園地、楽しみだよな。哦。这是有名的面包工厂。接下来要让酵母发酵。哦，我学会怎么来做面包了，真是学到了，真是学习到了。哇，是可怕的摩天轮。お前ら、くれぐれも迷子になることないように。じゃ、準備開始。好，那我要做什么呢？好，纪念哦，我居然可以这样选了、啊。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个啊？因为美健学长他是学长的关系，所以没办法跟他拍吗？哦，就是我想跟志贺君拍看看呢。我要问他一下好了，志贺君。啊，可是志贺君不在哎。啊，难不成？训练。没有朋友的小孩呢，在远足的时候就会躲在厕所。志贺君，我来拍这个嘛。嗨，妻子。等下你是怎么做到的？而且志贺君完全没有想要当那个穿比基尼的，头整个倒过来，到底是怎样？好，解散啊！今天一整天呢都好愉快呢。晚安。昨日の遠足で浮かれ気分のやつもいたろうが、2週間後は中間テストだからな。しっかり勉強しておくように。我要考试了。午休。去屋顶，跟去大便。好，我就是想选去大便这种比较不认真的。是学生会长。中間テストの勉強は進んでいますか？应该有吧。啊，还没。我打算呢，从现在开始来认真努力用功哦。そんなことではいけませんよ。バラモン高校の高貴なる生徒として、優秀な学力を維持することは義務です。好，这样子吗？そうだ。今度。私の家で勉強会をしませんか？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もみっちり教えてあげますよ。啊，怎么办？要去吗？那第一个选项呢是去，第二个选项呢是我才不去呢，这恶心的恶心的垃圾，一定要回答的这么绝吗？我是不想去了，可是这讲话的态度很不好，但我还是要选这个。赤点取って死ね。放学了，糟糕了，我应该完全被那个近莲儿给讨厌了。好吧，我们回去吧。晚安。哦，今天已经到了那个期中考的时候了。今からテスト用紙を配るぞ。好。始め。啊，我完全不懂。
放学了怎么办呢？嗯，去校长室一趟好了，该记录一下。哟，龙君的，那你可有可？我要记录。哎，那不是志贺君吗？好，我再去跟他搭个话。哎，志贺君。なんだ？哦，他没叫我席内了。啊，志贺君，你回家是往这边吗？要不要一起回家呀？いいぞ。哦，他答应了。哦，意外的很正直嘛，太好了。志贺君，你休假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一个。哦，哎，电影，你在看电影呢？你喜欢怎样的呢？给看起的，酷死的啊！我是问你喜欢怎样的，他直接想说叉叉战机是个垃圾，哇，有个凶的，哎，酷手，我是没有看过啦，是这样子啊，哦，我明明是问他喜欢的电影是什么，但是呢，他跟我列举的什么是粪电影哦，志贺君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呢。晚安，怎么办？我觉得志贺君好有趣哦。啊，这么快就到七月了，我出门了。哦，今天开始就七月了，这蝉也叫太大声了吧？再过一阵子呢，就要开始暑假了，加油喽！啊，期中考的那个名次已经被公布出来了。我的名字在啊，有了第80名啊，我也没有读书哦，这样子也是正常的啦，下次再加油咯。放学了，怎么都没有美健学长的啊，有了有了，来参加社团。哦，今天好像踢比较晚呢。一緒に帰ろうぜ。コンビニでなんかおごってやるよ。お、好棒哦。好。哦，是肉松啊，肉松。啊，我才要说肉松的肉包超好吃。肉松的肉包真的超好吃。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日本的肉松的话，请买一下他们的肉包。耶、yeah, ，谢谢了。お前サッカー部に入部してからそろそろ2ヶ月になるけどどうだ？エンジョイしてるか？エンジョイ。嗯，很开心哦，而且呢，我还有美健学长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会加油的。そうか、それは良かったよ。それにしてもお前、2年生からサッカー始めたってのに、今や俺に続く主戦力にまでなって。お、お前は俺にも負けないすごい才能を持ってると思うよ。その調子で頑張ってくれよな。好，原来我是足球天才啊！嘿嘿嘿嘿，我会加油的。啊，学长是这样子看我的，真是开心呢。哦，見ろよ、綺麗な満月だぜ。哦？まるでディスコだな。踊ろうぜ、二人きりのダンスパーティーだ。Go buddy, go, everybody go。这张图也太狂气了吧！哇哦！满月就像 disco 球，被他照着跳着舞的那个样子呢，简直就像一幅圣画。学长，好美啊！晚安，我出门了。哦，今天开始呢，泳池就开放了。今日は早乙女は風邪で休みっと。啊，居然拓野居然不是说笨蛋不会感冒吗？哎呀，真可惜。原本呢很期待，就是泳池开放的说。好，接下来就是体育课的时间啦。哇，可以游泳了。好，大家的福利时间来了，可以看到帅哥穿那个泳裤哦，
是不是福利我不敢保证，我们就接下去看吧。首先呢，我们就准备运动，一、二、一、二。怎样？发生什么事了？这不是学生会长吗？脸红个屁呀、啊！金莲儿，学生会长被骂了。老师说：“你干嘛？怎么突然就跳水了？”生徒会长としてみんなに事故の内容、水質、水温が危険なものではないかを調べていました。哦，结果呢？哦，这样子啊，那样就好了。这老师很好说话，然后大家有开心吗？这个福利好，准备体操结束了，好，我们可以来自由的游泳咯。やあ、あららら君、君のクラスと合同の授業とは奇遇ですね。哦，这么刚好啊。今日は絶好のプール日和、さっきははしゃぎすぎて勢い余って水面に飛び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やはり泳ぐのはいいものですね。结果你只是自己想跳水嘛？可是你眼镜要这样子戴着吗？是这样子啊。今天很久没有游泳，我都累了。晚安。放学了，好，回去吧。那是西院寺老师。这么说来，老师的事件好像没有什么发生哦。但是呢，我无视他好了，不要去跟他搭话，他有点可怕。我没兴趣。晚安。好，我在出门了。这么快，今天就结业式了。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破关了？夏休みだな。宿題も大事だが、遊びも遠慮するんだぞ。好。放課後、俺のところに来い。うまいチョコパフェをもらってな。待ってるぜ。哇，那么好，只有我有吗？放学了，我来去校长室那边吧。报告。哎呀，我就知道你又在。お兄ちゃんだ。哇，你又来了哦。ユウも明日から夏休みで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てるみたいだな。夏休みは海に行ってお祭り行って花火していっぱい遊ぶんだ。お兄ちゃんの夏休みもプロデュースしなきゃね。プロデュース、プロデュース是那个经纪对吧？你在讲什么事情？決まってるじゃん。好きな人と一緒に夏休みの思い出を作ることで彼との距離はぐっと縮まる。名付けて夏の大接近プロジェクト。是不用吧？那你是想要让我跟谁接近呢？自己自顾自的在讲什么？しかしユウのめちゃモテプロデュース力もバカにできないぞ。ここは素直に耳を傾けてみるの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ぜ。等下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串通好的吧？お兄ちゃんもモテ子に変身ですわ。妹妹，你怎么突然换了一个画风？それに恋をする気がなくても思い出作りは夏の醍醐味だろう。楽しみに越したことはないじゃないか。一度くらい誰かを誘ってみたらどうだ。这样子啊。好了，我考虑看看呢。やった。妹妹恢复了。アバンチュール大作戦結構だね。真是做了一些多余的事情呢。好了，我知道了。わかってますよだ。結構結構。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好，所以接下来就是暑假时间，我以为可以破关了，意外的长哎，要玩一轮的话。じゃあまたな。夏休み enjoy joy だぜ。恋爱冒险吗？我是没有期待这种事啊，不过机会难得，我来试看看约个谁好了，当然是约美健学长啦。好，我来约一下美健学长。じゃねえか、どうしたんだ？美健学长，明天开始就暑假了，要不要下次一起去海边呢？海か、いいな、行こうぜ。哦，爽快的答应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的那个星期三。
我们在 Lovely Eki Lovely Lovely 车站前等哦，这什么车站呢？ 啊，楽しみにしてるぜ。じゃあな。哦，啊，太好了，约到了哦，那就是下个礼拜的星期三，可以值得期待啦。先輩を海に誘うなんて、お兄ちゃんも大胆だね。哎，偷听哦。喂，你刚才在偷听吗？先輩の水着姿を拝めるチャンス、逃すだけにはいかないもんね。言うその気持ちわかるな。哈，我没，我才没有这样子想。呵呵，隠さ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それはそうと、これ持っていきなよ。什么东西？最好我会穿这个。就是。勝負ビキニ。お兄ちゃん地味な水着しか持ってないでしょ。これを履けば、お兄ちゃんも先輩のハートをゲットできると思うよ。我觉得这妹妹只是想害死我而已吧。哦，这样子啊，谢谢你。那我就。屁啦！你真的要穿哦？健康を祈ってるよ。じゃあおやすみ。哈，下礼拜的星期三非常期待。八月了，然后今天就要跟美健学长去海边啦。哦，不要啦，不要真的穿好不好？很丢脸呢。这么说来，优昨天给我的那个胜负比基尼，要不要带去呢？我昨天觉得，昨天晚上我还觉得很帅哦，但是，现在在看呢，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糟糕了吧？我觉得不要拿啦。是我是不想穿啦，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想看，所以我还是带去好了。好了，那我还是带去好了。哦，不知道学长有什么反应呢？学长还没到吗？哟，コーデに迷って遅れちゃったよ。对不起，学长，我没有办法直视你，跟你说话。不，我也才刚到啊，那么我们走吧。哇，这里真是太棒了！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哇哇！我帮大家争取到福利了，每件学长的泳装。你们好好看着，然后学长的泳装。いや、今日は絶好の海水浴日和だな。ビーチの妖精の血がたぎるぜ。你哪时候变成沙滩的妖精了？それはそうとお前、何その水着？行くわ。你的声音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学长你意外的很保守呢。最好啦，我不觉得那样子算保守，很低了，好不好？よし。じゃあ早速パス練しようぜ。あ、在这边练足球。在沙滩上踢足球。我怎么了呢？我跟学长练踢足球，然后我被球打到，然后，哇哇哈哈哇哇哦，目が覚めたか、よかったぜ。哈，我是被踢一个掉进海里的吗？学长，我是。お前、俺のボールで沖まで吹っ飛ばされて気絶してたんだよ。それで俺がここまで運んで人工呼吸してたってわけか。是这样子啊，我也飞太远了吧？いや、一時はどうなるかと思って焦ったけど、無事でよかったぜ。哦，是这样子啊！真是谢谢你救了我。いいんだよ、俺のせいでもあるし。それにお前の唇柔らかスウィーティーだったしな。哇哦，对吼，因为做人工呼吸，所以我跟学长。今日はいろいろあったけど楽しかったな。気をつけて帰れよ。好。我也有了一个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了。那么再见喽。没有想到我可以跟美健学长接吻哦，下定决心把他约到海边，真是太好了。晚安。
哦，九月了，夏天就只跟美健学长出去玩一次了。哦，已经九月了，这个月也要加油。お兄ちゃん。怎么了？又谁生日了，对不对？どうしたじゃないよ。今月は志賀君の誕生日だよ。好，志賀君的礼物我也有兴趣哦。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れば、二人の距離はぐっと縮まるよ。またとないビッグチャンス。プレゼント買いに行こうよ。好，志賀君的话我们就买吧，看这才有什么选项。所以呢，我们来到了街上，志賀君会有什么选项？水果篮。然后第二个是饭，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饭锅、电锅。第三个安眠枕。志賀君看起来有睡不好吗？我觉得这三个选项都好多了，跟其他前面的人比起来都好多了。像早乙女还有垃圾，送他什么啊？志賀君喜欢什么？安眠枕，他看起来好像一脸就睡不好，有没有？好，送他安眠枕好了。嗯，志賀君一定会很开心的。晚安，志賀君。志賀君今天生日对吧？这个是礼物哦，安眠枕。哦，颜色还跟你头发一样呢。Thanks。これでディアハンドの冒険も快適になりそうだ。ディアハンド是什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好了。そうか。わ、世界の運命を俺の辛さに気づいていたんだな。さすが天空の勇者。啊？所以他跟我都在做那个异世界的梦，是不是？没那回事啊。おかげで勇気づけられたよ。他叫我的名字都好久。Thanks man。哈，你很开心，太好了。哦，我好像意外的解锁了一个谜哦。晚安。好了，暑假也结束了，今天开始要上学了。那昨天你在跟志賀君是在哪边遇到的？好了。哟，今日から新学期だ。夏休みもいいよ。来る。有。まあ、このジャッカルやるもん。詳しい話はそのうち聞かせてくれよ。小暮生物。好，我要记录。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玩到这边吧。我觉得今天讯息量有点太多。好，じゃまた。我在想，他是不是可能要过一年？因为我是四月转进来的嘛，现在九月，可能就是要玩到一年，到明年的可能美健学长要毕业的时候，然后游戏就会停在那边做 ending 了。我在猜了，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那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吧。如果是真的到明年四月的话，我可能还要再玩个两次才会看到结局咯。那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